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到底要告诉学生，我们推这个线上学分采集是为什么？他绝对不是因为老师不想见到学生，学生不想见到老师，所以才推嘛。哦，虽然是有偶尔啦，但那不是我们推的。那是谁？偶尔，没谁不知道哦。我们大家常讲，以后的学生需要什么技能？以后的社会人士需要什么技能？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嘛，对吧？你需要能力啊，你要有一些基础知识啊，你要有这个搜寻啊，或者是整理资料的能力吧，对吧？你需要习惯，你需要习惯于去做这件事情，你需要习惯于不是有人把知识准备好、喂好，然后塞到你面前，你需要自己去找，自己去决定自己要学什么，自己安排自己学习的时间、时段、方法，